Eh, guar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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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detto che si sposerà anche la signora Bene. Tanto qui dove vuoi rimanere? Qui vuoi rimanere la signora? C'è, vuoi che ne ha la signora? La qui chi? La qui chi? 你都敬拜了嘛是十天半个月才清一拜啊！哎呦，恩强伯啊，阮这是小生意呢，袂堪要你安尼欠呐，安尼是倒店的呢哦。我较做第一欠。较早是较早，即马死气拜啊，我弟都袂晓欠呐。啊，叫你叫来出来啦！阮爸是阮爸啦，阮爸伊袂晓做生意啦。你叫来袂晓做生意，过了十年都唔捌倒过咧。 强伯啊，你莫弄我无，你安尼精销袂，像你即马搁要甲我欠，安尼哪会对哦？你甲看黑板，无我的名，阿妈无遐潲，拢七条安尼。迄是我饲的啦。哈？规定哦，即马即间店哦是我咧做主啦。我来看卖啊，你拢总欠偌济？啊，别，莫看啦，莫看啦，莫甲你写咧无好，咱别紧咧。 你到底有啥物代志安尼面拗面臭安尼？唉，讲了这是遐怨叹啦，讲了鸟来啊有够干的啦。香的啊！我讲啦，我鸟来啊是咧活干啦，哈！唔嘛，我咧讲，我咧讲话吼，遮老子高暗啦。唔嘛，即摆是安怎？唔嘛是讲正经的啦，你想看卖啦？搭厝边隔壁了，已经几啊十年啊，煞了我甲恁囝活也是换贴大汉的。 伊安尼歹势讲吼，甲厝边隔壁收销脱销，结果就叫米恁安尼落去花店，对无？连一罐七八啊都唔写我，无采讲我改几啊十年，我甲你讲啦，生理内面安尼做吼，早晚会倒打啦。我你死你个啦！你不打我，你娘我鬼！要死我，要死我！无你即摆写啦，好当卖打啦。好啦，好啦，这我慢慢。 哎呀，冻瓜妹啊，你真厉害，哦，你等下久哦。谢谢，阿爸，冻瓜妹啊，阿恁母啊身体有较好无？哦，有啦有啦。哎呀，阿你讲，你等下甲恁母啊讲，叫伊啊，你哦来我遮坐坐开讲啊，行行的，就较袂安尼人神神艰苦，知无？好，谢谢，再过来啦哈。阿妈，伊是买一斤的，你来给可能你喝伊啦。 好、哦、美玲诶，这你都唔捌啦，来啦，阿嬷甲你教啦。咱这盘啊吼，你看，安尼对吧？吼、哦，啊到时吼、哦，咱就穿的时阵，就会当安尼加安尼，被人看到，诶、欸，迄起码一无共呢，是不是安尼？阿、啊、你嘛是共款啊？嘿啊，阿嬷你有够贤的啦！唔是讲阿嬷贤啦，迄是讲哦，要教甲你下吼，迄喙手拍夹啦。 你也知影呢，这做生意吼，就是这个味觉啦，知无？嗯。哎呦，啊是什么味啊？哎，臭味大味呢？嗯。阿姐，我来这里啊！啊。阿达呢啦？阿恁是变哪换鸡？死鸟来啊！你这乱鸟来啊！你这傲鸟来啊！你这乱哥哥。 我到底有啥创啥？无安枪呀！你还个生面，去做啊？对不对？喂，你要个社会标？我若无甲想，小两个哥哥吼，无法度那小偷我万白万去啊！无啊，我到接接一下。就想你家免看。哎呦，哎，而且死人面，我就都冇看。啊，就这死鸟来啊！ 你这么会画图呢？恩强卖卖，我管他要死，管几个再去，后摆改图做画家。伊也下一条。
纸摕咧，咱的迄落捷运站的啦吼，啊是迄落西门町迄落广场啦，啊是咱个厝顶啊卡啦观光据点，摆咧大画家。对，我卡画拢要画鸟啦，甲鸟来上山咧直接大众列子，好一手风水风。鸟来也是你前细汉斗阵大汉的朋友咧，你敢那作昏伊个感觉？敢有效？有效是哦。阮两个穿开脚裤，共因大汉啦，搁换贴兼西装，你也看几十年啊啦。结果呢，即款的对待我外国型的呢，为着唔敢甲我讨迄个笑。结果怎啊，十下一条互美玲的伫咧换呢？美玲的外国型，你敢知？我安尼吼要写一千五年啊，拢无要互我写啦。莫讲三间一罐吼千八啦，我一间来开落尔，笑都甲我记落。唔够酷型的无？哎，王五娘，我甲你讲吼，这死鸟来啊！有一天吼，我上希望就伊安尼啦。哈，那是啥？多店啊，鸟来嘛要倒啊，我才会爽啦。你讲鸟来迄间店要交予美玲个管，咱伊人要哪？后摆伊人啊，计应用是大新妇呢。那恁厝内有啥物生理，拢爱交予大新妇，安尼哪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来，要两支借我。你讲要火标？火标嘿。莫讲两支啦，来，规撮拢散。买就唔着台，博一个较大。你要博啥物？你为鸟来个鼻甲甲射会准。林伯吼，暗暗时在你瞧。暗暗时在我瞧，射射。我哩是哩起笑。笑鼻孔。来，安尼大家买酒，来，微笑微笑。上少爱六笑以上，看来徛才对。哎呦，我这毋是要射你，我射你会发金牌的。你到底要射唔射？为着你家己的福利哦，念。行。来。射一个手在我。手在你。一个女性的幸福。我去啊啦！我也都在水在你吃啊。什么鬼？臭味大米哦。母啊，啊你遐食啊米丁个呢？第一道菜。哦，臭味么？哎呀，囝，我问你，你敢有交代米丁讲哦，不准烟枪啊来咱家下笑？嗯，无咧，啊是安怎？无吼，吼，这个死烟枪个啦，煞毋知影踮喺公园遐哦，吼，安尼会错错甲袂错啊，我这是你的意思啦，煞咧哦，佫甲咱纠缠咧。就算讲哦，咱这间店，如果生意安尼做哦，早晚会倒了。啊，这个死人钱，我无来解解释。不然是嘞，啊，嘴生伊遐，按怎讲的话，按怎讲，啊，你记在伊是。嗯，什么你记在伊？我跟你讲，去甲教示一下，讲我这间老店会倒，你来甲塞哦，替我吼，加甲塞两个啊，给伊。哇，卖安尼啦，你若真是要去哦，较晚我陪你来啦。吃饭啦！哎，吃饭，你吃饭啦。阿妈，你若要找烟枪店算账吼，吃好饱，较有气嘞。爸，妈来吃饭吃酒。喂，安尼怎？这厝内面都有我搬的，你饭菜用冰冻起来，得怎么选？都因为什么？外口便利商店吼，咧大车饼啊，俗俗啊卖啊，讲要吃冰冻的，当送热透热透呢，搁送一个鸡鸭饼。这样尔小，我想讲吼，啊菜色搁袂歹啊，变当个有效人啊。有效人，哎呦，讲个好听啊！我看哦，迄个鱼啊煎到臭个，呾无在着通食，你这冰冻叫咱懵多啦。阿妈，你要搞吐槽？那不是哦。好啦好啦，来，快紧啦。我无食便当啊，无今仔做郊游啦，好不好？我变咯。爸，多谢你啊！我来头前吼，过点那只那个。哦。你新妇过点过个真欢喜哦。欢喜咯，唔欢喜？那要继续安尼落去哦，阿囝，你要等下尻川后七尻川的七袂离哦。来，恁叫老板来。什么用回来啊？呀，什么叫应用回来？这件代志哦，关系到你将来的地位甲权利，你知唔？母啊，你即马是咧讲啥？什么地位甲权利啦？你嘛讲好清楚者。哎呦，啊，都恁安尼叫来啊，爸哦，要甲迄间干妈店哦，交予美玲去换啦。嗯，啊，交予美玲就交予美玲啊，是关我什么代志啊？啊！咱我这个老母安尼这灵巧，奈生啊！你搞到咱文化咧袂白净咧哈！我问你，你是要叫伊营养？
当然想啊。那是啊，啊，他英雄是你家的大后生嘞，哎、你嫁过就是算大汉新妇呢。对啊，这也得讲。是啊，啊，人个好嫁人，迄个财产哦，那么爱放迄个大后生甲大新妇啊。啊，准备讲哦，无拢总放互伊啦。啊，兄弟啊，大家嘛爱公家分，那有可能敢放个人的啦？不啊，无要紧啦，我这个人袂计较啦。你想看卖，即卖英雄哦，伫咧大陆开工厂，是我的爸啦，你放心啦。嗯，迄话则袂用安尼讲的啦。对啦，咱无爱甲伊计较啦。啊，你着看厝边隔壁大家安尼讲。啊，是安怎讲？哎呦，迄人个嘴是较来个啥哦？伊会讲哦，哎呦，你一年的嫁过哦，就是要得大家官会疼啦。所以哦，人个对方大家官才无爱从手头放互伊啦。哎呦，伊就是吼，因为即卖人伫咧大陆。必定的哦，佮透着趁这个时阵哦，就一直佮伊照咧生活。伊唔只哦，迄间店啊，规样交予必定的。敢袂安尼？啊是讲照咧阿爸迄店就过了好好，是安怎要交予必定呐？哎，我就是安尼咧想袂晓，这其中哦必有因果，来问伊较清楚，行？哦。我拄仔要来恁家找你咧。哎，恁认出来呢？哦，去练社会标啦。你小象。你啊。写我先啊！来，阿达，恁干妈店唔好阮写，伊当然嘛连社会表甲你写。哎，恁年前真嗨呢，啥物讲阮招来啊？交代必定的，无爱互恁写物件。哎，无啦，无这代志一定误会啦。是啊，我嘛是安尼咧想的。等你甲看，啊，恁招来着人好好呢，哪会干妈店哦放互必定的去换哩奇怪？哎呦，我伊消息不了通讲诶，听谁讲诶？哎，听阮眼前咧讲的啊。啊，阮眼前的哦，听恁老母讲的啊，就是讲哦，哎，你代志安尼做啊，阮一定就是变咯。一定是安怎样？我无不安呐，安安起都无安呐嘞。哎，我问你，恁英雄啊，到底有要娶阮一定的啊不？英雄啊，若是要娶一定，那就爱一定同意啊。咋当我好势？代志还袂讲好，你莫甲我定。英雄若要娶阮一林了，你是要嫁啥给阮啊？啊，都还袂嫁娶嘞，哪会烦恼到遐济啦？哈哈，就是还袂嫁过哦，代志我一定要先讲个清楚哦。那是要讲啥物清楚无清楚的？啊，咱买啥物件是阮家的代志，还免你操烦啊？哎，啊，你讲安那讲安尼，啊，你若讲哦无同意哦，无安尼哦，就是我叫阮家囝甲你英雄切切。切切哟，切切哟。好，你讲完哦。系啊。好，安尼，咱来等。再见啦。再见。你安尼空空，你戆啊袂白上。啊，若凭阮一人这班了，上起码都要嫁到企业家的第二代。那么一人，你看哪里看？哎呦，你死查某上个正戆嘞！你母是咧替你说相咧，唔知好歹有影安尼。爸讲吼，这火车的代志要宣布。火车？爸，恁要叫我拆车票啊？哎，姐要开家庭会议了，姐姐姐。爸。哎。啊，来，姐姐姐。爸。哎，指挥官在请坐。有请指挥官。谁来？随我来呀。今嘛要召开家庭会议，你主席。哎呦，阿达饲只着你食，我当个主席。啊，规矩吼，恁讲着好啦，我听啦，我听着好啦。啊，无安尼啦，我邀请你做列席的指导长官，给你的保证。好好啦。现在会议要开始，爸，你主席哦，请发言。上级指导的长官吼，我各位鸟界大大小小，大家晚安，大家好。你是敢来选里长的呢？袂歹啊，较早伫咧庄卡做里长无够车啊，即马起来台北做里长唔只有车啊，你讲对唔对啊？对。唔是啊，唔是啦，来我讲重点好啦，我前两讲话讲店要交予美玲的管理啊。爸，你当时要开始？你看明仔开始好。什么你好啊？美玲，你爱知呢？顾一间店哦，不比顾一间厝呢。那是偌忝的哦，卖到是忝到漏体去。哎，真小心哦！啊，有啊。
不过后来发现讲，迄是假的。你，有就有，无就无，是啥物假？看你体格嘛，知，就不是迄个生两假个。阿妈，你来骑龙，你甲假比咯。我你讲啦，阿妈是哦，一直想要抱一个查甫干阿孙啦。阿妈，我会拼，你放心啊。太行了，主席，请过桥。好嘞。啊，以后大大小的代志吼，就命令去处理啦。哎呦，我处理，意思是我做主就对啦。安尼，我是家里边呢，唔知别人会有啥物意见无？我一公可能，我无意见。个人做个，个人担，我嘛无意见。安尼，即摆请副主席，就是恁母来讲几句啊。哎。是吧？李丁诶，即店面若互你换吼，头会较清爽啦。啊无，啊若有啥问题吼，就问恁爸，阿妈会甲你斗三工啦。哎呦，唔免啦，妈，你免甲我斗三工，这也无啥，对吧？你看偌济个买，你把咱读偌济，咱都甲卖出去，啊，搁等偌济了，偌济好，大家拢安尼结算一遍，咱都无啥好困难。好啦，你若感觉无困难就好啦。不过哦，迄顾店面也真忝呢，头里边。班回来吼，就甲恁母斗三工去。会啦会啦。啊，搁有啦，在意啦，免你提醒啦。我是咧想讲吼，咱咧店的收入吼，三分之一呢是厝内开销，这着妈妈来管理；啊，三分之一呢是阿妈的消费；啊，剩的三分之一呢就是你俩的薪水。你太有意思啦！我是家里边咧顾家己的店，顾薪水头尔，是讲。别人唔知道有啥物意见无吼？啊？这个人经济，个人处理啦吼。我连买个大部队安尼啊薪水嘛，哈，很好。我有我的头路，钱财绝对不是问题。哈哈哈！来，既然拢无意见吼，啊，这代志就安尼决定。那好好好。安尼今仔算第这个会议真圆满真成功吼。啊，唔知这上级指导员有啥物意见无？事拢分配好啊嘛，哈！啊，我若有啥物意见，我毋着做臭人。安尼啦，我送恁一句话啦。生鸡卵个无啦，放鸡屎个规大堆啦。我咧想讲安尼啦，后摆吼，迄棉仔纸爱加穿，也若无到时吼，要切尻川吼，会找无棉仔纸啊。查某，好困啊！有啥物工课明仔载才做啦？哟，你莫吵啦，这个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呢。我一定要好好计划一下，过没外久，我就变成一个企业界的女强人。你还知影呢？女强人分两种呢，一种哦是做好做生意的查某，另外一种哦是去用贴在墙壁上的女人呢。王英琼，伊是对迄个伽拉苏罗啊安尼捡，一直捡捡捡捡捡，到即马变成一个经营之神。那哪久啊？吼，过不外久，我就变成一个经营之仙。你把我关鬼神父专仙，今下来困啊？哎呦妈呀！去你，你来看，这是我为着咱店所做的这个十大改革计划，看没？阿娘喂！在鸟来大卖场旁盖机械式的立体停车场，好可能？那也无可能，这足简单啊！而且我已经计划好势，等这立体停车场呢起好了，管理员我嘛找好啊。啥？你哦。哇！哎呦，阿达。啊，老牛拖犁拖惯死，啊一天无拖安怎，规身躯家叫哟啦。老牛拖犁，伊是规身体你发明的哟。
搭你哦，店都交美玲去管啦，啊门都互伊家己来开。嘿，足重的，伊哪有法哩啦？啊，若无法哩，还怪因翁啊？哟，这人咧叫偷鸡娘伊哪？哎，少年人精神袂歹，安尼好，门都交。至少你算是肯当听个，小运动的门互你开，啊，母啊，慢跑。好，哎。开就开嘛。